四周集团同伊斯高今日喺旺角开设首间无人支付零食体验店，至到本月嘅25号，消费者将通过微信进行支付。伊斯高始创人同埋 CEO 林乐昌表示，微信支付系独家合作方。基于微信支付在内地逾70%的市场占有率，对微信支付在香港的普及抱乐观的态度。他还表示，这一类无人便利店在内地已经超过100多间，多处华南地区，未来将向全国拓展。另外，林乐昌亦表示，香港的营运成功将有助此类模式拓展至东南亚。而四周集团主席戴德峰则期待无人店未来在大湾区的发展。今次香港體驗店將具參考作用。香港商報記者方永儀報導。